这次不分区立委拢获三大政党总包，其他亲像时代力量、台湾基进拢无失出。小民参政奥巴马联名就批评这政党票的标准上过严格，对小党太不利，所以呼吁应该修法来改善制度。预控指数大选结束，无分区立委34席，那六被全体民进党得票率第一，国民党第二，民进党第三，时代力量2.57%第四，小民参政奥巴马联名得票率0.93%排名第五，不过时代甲小奥明拢无下过5%分区选出的抗战。这次的政党补助款，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应该就只会剩下蓝绿白三大政党可以去拿到这个政党补助款，会永远呈现一种大党很大，小党仍然缺乏资源的情况。他所欣赏的小党没有能力获得5%以上的选票，那么这个选票会浪费的，所以呢就会把选票集中投给确定能够5%以上的大党。因为资源很少的情况，还有像是媒体能够给予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少，另外门槛过高也是一个必须要来改变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时代力量这几年来持续的在推动宪政的改革。政党票有两个抗战，达到3%，每票每年有50块的政党补助金。5%是照得票率得到立委席次。时代力量要告别国会，台湾基进也无成绩，小阿明呼吁，即卖选择对小党发展不利，应该修法调降限制。其实可以思考一下，可以就分开选举啦。因为在分开选举情况之下，其实上小党他的那个在选举中的那个能见度会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点。而且认为修法降低政党票限制，确定修宪有难度，建议应将总统立委选举拆开，可行度较悬，对小党生存也较有利。记者综合报道。